对于吃，老外有着不一样的想法，觉着普通的棉花糖吃着不过瘾，于是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理念，决定亲自动手搞一波，拿出两个新鲜柠檬和大量柠檬糖果，首先将糖果拆掉外包装，二话不说往机器中倒，启动开关，里面就嘿呦嘿呦的转动起来，没一会儿的功夫就出现了大量的丝，掏出小棍子在周围来了场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一个柠檬口味的棉花糖就出现了，瞅瞅着颜色就让人胃口大开啊。有了好的开始，牛人更加的卖力了，使劲的将柠檬挤出汁，随后往锅中倒上白糖，柠檬汁也随后落下，开启小火便开始慢慢的熬制了，直到变成粘稠的糖浆将其倒出，下一步不用多说也知道了吧，一切大功告成，里面便开始旋转起来，不一会儿就有棉花状的糖丝冒出来，不过这么一丢丢丝也做不成棉花糖啊，注定是白忙活一场。视频的最后来玩个小游戏吧，中国第一美人是谁？喜欢我就双击加关注，每天跟您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。